唉，真是好看又有型的男人，只是为什么偏偏这么凶呢？想什么呢？这么入神？啊，没什么。笑了这么开心，吃冰淇淋当真这么快乐？这你都吃了，现在还惶恐什么？哎，哥。刚刚玲玲是不是和哥顶嘴呢？啊，我玲玲别担心，屁股横竖是不能再挨了，可你真让哥生气。你吃冰就算了，吃这么多糟蹋自己就太过分了。昨天才告诉过你要戒口，今天就再犯。玲玲，你说说自己是不是有点欠揍？玲玲不回答一定是很惭愧，在心里反省是吧？哥真是欣慰啊。话都是你说的，我根本……玲玲，宝宝，觉得哥是暴君吗？哥，我……啊，这表情很恐怖啊。宝宝这么诚实对哥，都不骗人，哥真是开心。可就算是实话，你也不该这么直说呀。哥，再拖长五分钟也没用，敢这么胡来，不揍你都对不起你。苏菲，去帮我找一把木尺来。要什么式样？式样不重要，找把沉点重点的就行啊。找到后你直接进来搁我桌上就行。哥，胃疼好点了没有？好不了。给我好好答话。不太疼了，不严重。那好，趴这儿，乖乖等哥吃完饭。哥，你有人性吗？不吃饱了，怎么有力气揍你这调皮捣蛋的？Boss， 午餐准备好了。哥，你中午没吃啊？餐厅里吃过，天天松露牛排鸭肉的，腻了，还不如在这儿安静陪你。自己住在他办公室里当蜜虫没有帮忙也就罢了，偏偏给他找一堆事情不痛快，这样子是不是有点没有良心啊？又没逼你吃，看哥吃块胡萝卜你也纠结？哼。委屈吗？可错了就是错了。不就是冰淇淋吗？不就是挨几下木尺吗？腿都被你压麻了。手伸过来。小家伙，伸直了20下。手也好疼啊。哥，手放凉了打起来更疼。还有10下，乖。明明都减了力道还偏要打。宝宝，手很疼是吧？来，哥给吹吹，吹吹就不疼了。太恶心了。自
自己做错事还耍脾气呢。玲玲太幼稚了。你给哥打完了你一定原谅你，你做天大的错事也原谅你，好不好？你本来就该原谅我。哼，不要。好了好了，哥心疼。嗯。宝宝看什么呢？你也喜欢，哥也给你买一件，下回我们一起穿。我不要，我要穿哥的。哎，哥给你敷药。哥，狮子撒娇真可怕。过来，过来呀。干什么？嘿嘿。